那住哪一间牢房？我不知道哎、欸。在考场用手机看，你不要害死人哦，大哥。呀，为什么这些人会过来这里啊？你们为什么过来这里啊？等一下，我准许的吗？等一下，不要偷，又偷偷集合还是什么鬼的？叫我把你们全部揍死！跟你说，这个，我觉得女生更难管，好不好？我觉得男生都比较容易管，女生感觉好有点恐怖的感觉。但是我家庭牢房还有很多，我是觉得不怕的。OK 的。作弊，这可以拆掉了。那我们要放那个这个，那个帮我拆掉好不好？那个大哥帮我拆掉，帮我拆掉，拆掉它。一些人啊，可不可以帮我拆掉一下啊？我在等你们帮我拆啊，大哥大姐们，可以帮我拆掉。可以帮我拆掉吗？拜托，哥你还是算了吧，哥。那我们这边再来拉上来。OK， 可以了，姐姐。然后这里差不多了吧，应该。那我们要放多一点灯，按钮死。为什么他们每次要把那个灯给拆掉？有打架了吗？没有吧？打架了吗？又打架了！你们这一群人真是没有一天不打架不行的，是不是啊？很烦欸。你在帮他治疗？你们这些重秋饭，我等一下真的给你们丢到另外一边了，超麻烦。那我再看一下我们这边，应该没问题的吧？剩下就是要把这个给连接起来，应该就 OK 了。哇哦，好多！我们这边再这样放好了。两种选择，你要冲热水，冲冷水。我要感觉我好棒啊，怎么办？这样子，然后再这样子，然后这个拉过来，这样子 ，OK， 这样就没问题吧？放备好几次开台，开后考跟一开台就可以作弊了。你们觉得你们这样子对吗？监狱打架正常。不对啊，我那时候玩男生都没有一样一直打架，超麻烦。这样该 OK， 又打架，我这样就跟你禁足，我跟你说，我就要跟他禁足，我快受不了他了。去禁足，他要禁足，我快受不了。就给我一直待在他的那个秋饭里面就好了，乖。你就进厨吧，你就给我乖乖待在里面，然后不要给我再出来了，烦死了！就哪里呀、啊？哪里？等一下没看到，哪里又打架了？没看到，算了。我发现他们很爱打架、欸，是我错觉吗？话说。老兄，可以帮我建好来吗？老兄，你们建东西建到一半嘞，老兄们。Hello， 我的东西啊，大哥，建好来啊，大哥。你们两个可以不要再装忙了吗？拜托你们。Stop！ 天啊，这两个要装忙到几次啊？我快看不下去了。可以的哈，谢谢。快点把我的水给弄好，好不好？天啊！
第一招拉头发。女生的专门打架技术是不是？什么都不用说，先拉头发先是不是？都去都去，你不要给我嘎打架哦！我先跟你说，我会翻脸的哦。话说我的，我觉得你帮我帮我，你们到底在干嘛？你们到底在装忙个什么啊？求解一百点！我觉得我该要卖东西了，是不是？太多东西了，卖不了啊！可恶！没有办法放下来吗？真的没有办法吗？那等一下，我想一下。走。收处不是不是不是，货物下架是哪里啊？应战吗？应战。垃圾不管我事情。对。先放那边吧，这样应该就没问题吧。OK， 可以可以可以。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那我看一下哦。的话，我就为什么那连看快闪没有啊？没有办法打脸，为什么打人家脸啊？这样子不太好啊，大哥大姐们。好，可以了，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东西给我拿回去哦！我跟你们说，不要给我丢在那边哦，揍你们哦！拉头发、拉衣服、拉裙子，真的假的？等一下，你们这些是不是看过女生打架的？感觉你们比我好熟悉啊，是我错觉吗？ bug 工作上这四个，哇，一大堆东西耶，你们好猛啊！让我看一下这里，三个、四个，再来多一个，五个、三个、六个，图书馆还是没有人可以做，是不是？现在你们好糟糕。好，我这边 OK 了，是不是？ OK， 那我们可以接受了，去吧。这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们这边女生打架起来比男生恐怖多，你们到底有多少个经验啊？等一下，感觉你们经验好丰富啊，是我错觉吗？应该不是错觉吧，各位各位，你们经验好丰富啊，各位，在下的佩服，在下的佩服。光芒棒杠，那女生会不会有什么打架？我在问废话是不是？人家感觉他们这样子好怪哦，是我错觉吗？要要要，给我想一下。我可以换时间啊，这里是这个时间，然后这边停电，这样应该 OK。嗨。那是幼稚园的大姐大。我说你将在工作中，你可以不要进去里面吗，大哥、大姐？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呀，我要换一下东西了，等一下。后勤不是后勤，对不起，不是啊哈，员工。OK， 谢谢。他在给那人进来了，他就很麻烦。都不是给他们进来的东西，他们去一次进去，我看到我都有点心，都有点不爽。给他们电话亭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呀、啊？然后还有书架椅子，这个感觉很麻烦哎、欸。还要12跟18，
要讲价哦，十二十八要讲啊。答不对。难道是这样吗？这样子一个大间吗？哎、欸，这样子好像不错哎、欸，可以耶、欸。这样子一间吗？这样子一间好像蛮不错的。要试试看吗，各位？其实我们可以试试看哦。我再看了一次，呀，大年。哦，不对，对。十八平方米，十八平方米是多少吗？九乘二吗？什么什么什么？我哪有捏？像我那么好的人，我哪可能捏的？就给拆掉了。那一样，我们要放我们进去。谢谢。那我看一下，这些全部东西啊，可不可以拿去丢啊？都在打架，打架就让我打个打到还不饱吧，不管我事情了，然后再这样子，然后我们再给他们放一点窗户，有没有？这样子，然后这里啊，你们可以快点吗？然后他说什么电话亭是不是？为什么要电话亭啊？我不明白啊！三个电话亭应该够吧？那还有什么？让我再看一下，电话亭，然后电视，电视书架，电视书架椅子，电视书架椅子，电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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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电视哎、欸，电视。啊！电视、书架、书架我们放这里好了。然后还有椅子，是不是？这样吗？椅子，然后还有什么？我记得有台球座。干嘛？收听的广播有一位青年同学因此发生青年的天气车辆行为就进行一次决定，除非他们开始把车辆打开始。啊，各位，你们的收音机都得收音机耶！我要拆除你们的全部收音机了。收音机，我还有哪里有收音机啊？哇，好多的。收音机，收音机，收音机。还有哪里有收音机啊？这里是椅子，收音机，收音机在哪里？这里，收音机，我还有收音机吗？各位，我还在哪里放收音机？你们记得吗？我再问你们，你们也是不记得。这里是电视，这里是电视，这里全部都是电视。这里呢？收音机，猜吧。都把收音机给拆掉就对了。哎，这里又没收音机，真假？好吧，大概两米，去吧。这个呢，这样子好了。电视倒转的，没关系啦，没差啦，好，就看着墙壁吧。我是不介意的，我是不介意的，真的。反正不是我在看。天啊，感觉这边超爽，好不好？死亡，真的假的？我去，谁又打架的啦？你吗？进组吧，我不介意了。像这种人呢，就是给他进组就对了，然后你给我在房间吃东西什么就对了。哪里又打啦？你们又怎么打的、啊？不要再打了、啊，烦哎、欸！你们不觉得烦，我都觉得烦。打架干嘛？打架不好，对身体不好，你懂吗？天啊，好豪华、啊！
上厕所一直当厕所玩了，不关我事情。然后我再看一下，你们不要再打了。书架、椅子、台球桌、窗户有，电视有，全部都有了吧？那就 OK 了吧？嗯哼，哇，好机智。然后先把这个拉上来，那再拉过去，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拉你好了，这样吗？嗯，应该可以。OK， 这个拉过去，再拉过来，再拉下来，然后这个再拉下来，然后再拉过去。再拉过来，拉上去。啊，不对，自己拉错了，对不起。这个拉过来，再拉上去。这个拉过来 ，OK， 这样应该 OK 了吧？又怎么了？谁又打架了？天哪，女生的监狱真的好烦啊！不是我要说。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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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重刑犯有一个，我对重刑犯有一个要求，重刑犯你们就全部都给我在这边好了，全部都给我住那边好了，全部都给我住那边好了。然后我看一下，可不可以把他们全部搬来这边啊？应该有办法吧？可以吗？有人知道吗？重刑犯，重刑犯，全部都给我过去那一边，不要给我过来了，烦死了！你们这些全部进麦金那，我觉得好像全部不能同一个时间。沐浴间，我想下啊，我想下讲啊，就近就近，然后你们先去吃东西，然后继续这样子。不要，你们去吃东西，然后你们可以继续下庭约，然后你们给我继续这样子，然后继续这样子，然后这边自由时间不太好，你们这边再吃东西，然后给你们一个，给你们洗澡，然后你们可以再自由时间，然后给我去睡觉 ，OK， 可以啦，那意思好，这样就不会相撞了，这样就不会相撞了吧？不会了吧？女生打架会打死人，那是打架菊花残吗？我哪知道？被镇压后，然后被人镇压了，还有一只在哪里？还一直被我镇压在哪里？我找一下，你是谁 ？Hello，OK 有 ，Hello，Hello，OK，、okay, 好，去吧，孩子。你不要给我再跟人家打架，我跟你说，我会做第一件事情是揍你。好，那不能洗澡吃饭，自由洗澡吃饭，自由不这样自由不要讲的睡觉，不要讲睡觉，我会死啊，我会被弄死啊，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没问题。去吧，孩子们。那我看一下，现在是自由时间可进食。自己好了没啊？长官。那我觉得我需要更多警察，是不是？好。然后我再把这个弄掉。好，六个应该就 OK 了。OK。然后自己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吧，应该啊。然后我再把这边弄成宿舍，完美，关闭，没有，这样子 OK 可以，好，那就好，叮，这样应该就 OK 了吧？可以让他们过来这边吗？可以让他们过来这边的话，我觉得就好了。又打架了是不是？
我觉得我这个要做多一点是不是啊？为什么他们全部都躲在角落啊？我不明白啊！等一下，求解300点好不好？好了好了，我做多一点，你们不要都躲在一个角落好不好？我看到我都心累了，我真看到都心累了，乖。